就是金石堂那个票选，为了力保他，每天我还投他四票。他是什么？教什么？英文还是学习？艾文不是啊，他就是一个财经作家。哦，好希望变这样。然后他现在你有看到他人吗？他已经把他励志化了。他之前你有看到他人吗？这本没有买。是你们公司的。我看过他，但他的讲座你看穿的跟小 G 不是小 G， 他的小 G 一模一样，那种灰色脖子。他的讲座是，他现在想要开始往。